特有多惨，竟被同学霸凌。Pants fart with pants。恶霸让豪斯继续放水，其他人负责拍视频，他甚至连老师都不放过。巴特被欺负了一天，直到丽莎的出现，他说有办法帮助巴特。第二天，果然大家都在嘲笑尼尔森，原来丽莎有他的把柄，比如他偷吃老妈的口红。You're eating my cherry lipstick again. Oh, I swear it wasn't me. 尼尔森绝不向黑恶势力低头。丽莎又放出一个视频，她在家中饲养小蜂鸟，蜂鸟死了，她还哭鼻子。原来尼尔森内心也是个孩子，他服输了，愿意听兄妹俩任何差遣。巴特想要尼尔森的背心，没想到他穷得连 T 恤都是画上去的。现在巴特变成了霸凌者，让本就不富裕的尼尔森给他买果汁，还要喂给自己喝。丽莎立即打开电脑，发现视频打不开了。原来尼尔森也找来一个帮手，这下他不再受制于任何人，全校师生都要看他脸色，就连吃饭也有专属座位，欺负别人是他最大的快乐。校长为他安排特别节目助兴，让威力去抓满身油乎乎的马丁，只为博尼尔森一笑。巴特和丽莎发出战书，既分高下也决生死。第一战是书呆子之间的对决，两人用知识来武装自己，但很快发现这一切都毫无意义，学渣从来都看不起书呆子。没想到两人和解得更快。 He shall make but a penny a day, cause he can't move any faster. Ah, the old seesaw champ. When they're finished, do you want to join me for an up and down? Get away from me.